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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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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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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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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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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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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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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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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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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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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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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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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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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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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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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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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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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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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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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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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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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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盲呆头啊，他的头脑呢，我们讲的不好听，他是智障的，就是呢自己呢照顾不好自己的，甚至呢人家给他钱啊他都不会算。各位啊，我们人呢是最相信钱的啊，人类呢是最相信钱的。一个人再糊涂啊，如果你跟他算钱的时候啊，头脑能清醒一大半了。但是现在你看这位王呆头啊，他连钱呢都不会算，那真的就是不大正常的，头脑呢就是很有问题的。所以呢他连经书呢也不会看啊，人的话呢也听不大懂啊，每天呢就是人家叫他念佛啊，念佛的时候啊就打瞌睡，哎，念不好就打瞌睡，结果呢是被人家呢一边打一边念佛的，逼着他念佛的。结果呢几年了以后啊，有一天晚上呢他突然就说了啊，跟人家讲了，我明天呢就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了。你看人家从来都没有告诉他有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，他自己也没有看过阿弥陀经，但是他就是知道。结果真的王呆头呢，这位王呆头啊，第二天呢就在这个山上啊就走了，就往生了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讲说哎呀你要回向啊，要这个功德那个功德啊，要懂很多的，那你想想看这位王呆头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人家这一位啊可是被收进我们佛门的大藏经里面的，被古大德称为呢净土圣贤，就是净土中的圣人。当然的，因为现在到净土了，到净土呢就是成佛是大圣人了，这位呆呆的王呆头啊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如果说你要讲道理的话，就是龙树菩萨今天呢才能够解释得了。龙树菩萨讲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称名至归，如是啊就是本来如此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只要念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自然的能够归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里面，他不用其他任何的造作的。就是一个念佛人，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也好，阿弥陀佛都会出现了来护念着他，因为这是一个真理事实，阿弥陀佛的本愿本来如此的。好像今天呢丢了一个球哦，你看那个球呢自然呢也掉在这个地上，这是地心引力啊，本来如是，有地心引力球自然就掉在这个地上，不用做其他的事情的。
这个球呢，他不用想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掉在地上了，然后我就掉在地上，这些都不用讲的，因为地心力呢本来如是，你丢出去啊，肯定它是掉在地上的。所以念佛呢就是这样，因为龙树菩萨说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，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啊，念佛人自能得到呢阿弥陀佛护念的利益，这是一个真理啊，能够感应道教的，不用说呢你念佛回不回向的。所以我们历史上啊，王呆头念佛，你看他能够得到好处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王呆头做到的就是这个称名，他念佛呢是乱七八糟的啊，张开嘴巴呢就是念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些什么，有时候还念个打瞌睡，但是呢都不要紧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如是，他有称名有念佛，自然的归到阿弥陀佛的本愿海里面了，阿弥陀佛自然能够照顾他，不认识极乐世界没有关系呀，阿弥陀佛呢能够亲自把他带去，所以呢他最后就能够成就。哎，所以各位啊，听完这个故事呢，哎，就知道啊，以后在念佛会呢，念佛念到打瞌睡也不要紧了。好，在念佛会打瞌睡啊，还好过呢你在家里打瞌睡。哎，在家里打瞌睡还没有佛号，在这里有佛号啊。当然，打瞌睡归打瞌睡，但是也不要出声啊，要不然人家以为呢猪跑进来了哈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